有朋友在问我，他说他的鸽子拉稀怎么治？我说你鸽子拉稀，它拉的粪便究竟是什么症状？因为拉稀有很多种，有很多种原因能够引起鸽子拉稀。我说它拉出来的粪便是什么症状？他看了一下，告诉我了，他说，拉的粪便是水一样的，一节节的那个粪便。这个症状我们很多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啊，即使你没养过鸽子的，看我的视频看多了，你都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。这是典型的毛利虫的症状。毛利虫除了口腔里有小白点啊，那个上颚里面有粘液，还有抓耳挠腮之外，还能引起鸽子的水便。粪便里面有水一样的结状的，还有像那个碎米状的，就像那个水一滩水里面你把碎米撒在里面，像那个也是毛利虫的症状。还有呢，那个一节节的条形的，像这样的是水一样的竹节状的，这是典型的毛利虫。还有呢，像这种条形的，有的是稀的，有的稍微呢也干一点点，像这种症状呢是典型的毛利虫球虫混合感染啊。这就不光是毛利虫了，球虫也相当严重了，混合感染，有的是很稀的，有的是要干一点。像有这个症状拉这个粪便的时候，那个鸽子不长肉，有点消瘦啊。就有的朋友说的，我的鸽子吃食也正常，就是消瘦，与体力虫与球虫有关。还有一种水便呢，里面是长条形的啊，有些朋友像也说是一节节的，其实那个是啊，按照我们通常来说呢，就是条形的粪便啊。像这样的呢，条形的粪便，这个呢是应激反应造成的啊。一般的鸽子应激以后啊，就容易拉这样的粪便。朋友们在向我咨询病症的时候呢，最好你要描述清楚，描述清楚呢，我看我能不能知道。我只要能知道的，尽我所能，我都会告诉你，我也会告诉你怎么治疗。如果我不懂的，我不知道的，那就没有办法。啊，有些朋友描述不准确，就跟我说我的鸽子没精神，是什么病，用什么药治疗。说实话，那个我真不知道，因为鸽子只要生病了，它肯定就没有精神，也没有食欲，是不是？我问他鸽子粪便什么样，其他方面的症状怎么样，他说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看到他没精神，那样我也猜不出来，我只能猜，我也猜不出来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还有朋友在问我，有人说清理毛利虫用甲硝唑，鸽子烧毛不能用甲硝唑，有其他的药能治毛利虫，一点都不烧毛。朋友们不要相信，就目前为止治疗鸽子的毛利虫只有甲硝唑、气硝唑啊那些啊，它也是甲硝唑，甲硝唑的升级版啊，不要听别人忽悠，它那个是沽名钓誉，其实那是假的，骗人的。治疗鸽子毛利虫只有甲硝唑。今天我把鸽子拉稀拉竹节状的粪便啊，是什么原因，是什么病，我就分享给朋友们，但愿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能有一些帮助。谢谢朋友们对我一贯以来的支持，朋友们，下期见。